今天周一才上了一天课，明天这个家伙解放了，没课了。因为我们周二要去春游。你手机等下从那缝里扔出去了。没事，这实在是太爽了。艾米这次春游是去基地海洋世界，费用的话是180块钱。这家伙说还要带零钱，你准备带多少？100，太多了，只能带50。没事，带50也行，反正我们还要去买零食，对吧？穿衣服，现在就带你去，好吧？你对我太好了，而且我还答应我同学给他买奶茶呢。好，买几杯？3杯。OK。Let's go， 出发去买零食。我们已经到位子了，艾米说就在这里面买。哎呀，咱快点吧，别墨迹了。你那个太迷你了，换这个。就选这个。再来一个狗片，这样我看表演的时候能吃。狗片，你是狗吗？不是狗懂。来一包。雷吉娃哈哈，跟我同学分着喝。来一个巧克力味的奥利奥。我觉得现在买够了，我们先去付钱吧，待会儿再换一个超市看看。一个超市满足不了你的。已经买完了，花了44.5块。他现在又到对面去买，拎着人家这一家的去那里，你不怕挨锤？没事。这里人好多呀，你看结账都要排队。我喜欢这个卡比兽的干脆面。真没有想到，这样买的都那么一点点，我们要现在用手掌这么大了，1块钱。有4个凤爪，这个凤爪真的很好吃，但是有点辣。在第二家就买了一些糖、鸡爪，还有干脆面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赶紧去付钱吧。买了这2兜，一共花了70多块钱。2兜都不便宜啊！如果单买的话，这2兜估计都得700了。去你的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去买奶茶吧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奶茶今天买了放冰箱，明天能不能喝？不能。都不能过夜是吧？这下死心了吧？问了2家都不能过夜，整得我现在欲哭无泪了。下次你约你同学出来，我跟他们现场请他们喝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么多，我看他这个书包能装得完吗？能。装不完都留下来给我啊。就你还要水到渠成吗？3个鸡爪。我最喜欢吃的这个狗片给拿出来。接下来我们来个沉浸式。极弱满分。你看拿铁馋的，你能分拿铁一个吗？分拿铁一个牛角包吃。他想吃那香肠带肉的。这一下算是满满当当了。OK， 现在给他封上封印。哇，这比书都重。哪有比书都重了？轻轻松松。这次春游还不便宜呢，180加上零食100多，这就300了，又带了57块钱，小400不见了。没关系，只要我开心就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结束了，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